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天狼美食这个频道，我是杜师傅，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碗仔萝卜糕。材料有粘米粉、萝卜、清水、生粉、燉麵，视频下方有一个详细配方。各粉类味料混合均匀，清水放一半，另一半我嚟煮萝卜撞生熟浆，清水分批放，重结打至稀，防止生粒。磨萝卜或切萝卜幼丝均可。拌均勻米漿之後靜置10分鐘，然後爆香各種配料備用。煮萝卜，放余下的清水，煮滾後撞生熟漿過程，糕的關鍵留意視頻操作，成品的質量取決於這個操作的過程。趁熱將煮熟的蘿蔔放入生漿裡，充分攪拌均勻，撞至稀的糊狀，這個是生熟漿的狀況。
呢个状况唔会上浮下沉，恰到好处。放入炒香嘅配料，搅拌均匀，可以上气明蒸。中上火，蒸30分钟时间左右即可。成品表面光滑，有光泽，高质有滑，软硬适中，萝卜味香浓，腊味野味甘香，味道鲜美可口。喜歡可在屋企做啲品嚐，如你喜歡視頻，請訂閱、分享、點讚，感謝你嘅收看，我哋下期節目見，拜拜。